高中同学证婚，跟我大学带一岁的小队员海穗的婚礼。今天感到非常高兴，除了是跟他们两个之间的渊源之外，听说他们两个人认识有一部分原因说，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在聊说，有没有那个参成大的那个校友聚会的时候在聊说，有没有认识进，然后旁边经常说，你怎么跟几个同学？很感谢我的辛苦，可以造成这一段良缘。在他们两个认识之后，感觉他们两个之间的改变，经常交流变得更成熟，也更互相的体会。所以我相信这一段的姻缘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那个短暂的一个难题。那我也祝福他们可以这样的幸福，这一百年好，谢谢。